主内的兄弟姐妹，祝你们平安。欢迎大家参与今天早上美里圣罗瑟主教座谈线上直播的中文弥撒。这一台弥撒的主祭是何鸿飞神父。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一主日，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到救恩，因此派遣耶稣来到人间，把天国的奥秘显示给全世界。我们以圣歌108首赞颂天主的伟大。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极致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让我们大家认罪，虔诚的举行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众神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阿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在天所光荣，主啊，你们在世上平安。主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赞颂你，赞美你，献耀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主便是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，主便是
祈祷，仁慈的天主，仰望你的人必获得勇力。我们生性软弱，没有你的助佑，便一无所能。求你福荫我们，广施恩宠，助于我们遵守你的诫命，所有思言行为都能获得你的欢心。以上所求，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。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恭听天主圣言。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。上主天主这样说，我要亲自从高大的香柏树梢上取下一根枝子，从树枝的尖端折下一根嫩芽，亲自把它种在高山峻岭之上，栽在以色列最高的山峰。它要生长枝叶，结出果实，成为一棵高大的香柏。各种飞鸟要栖息在它之下，在它枝叶的荫下筑巢。田野间所有的树木都承认我是上主，都会知道我曾把高树砍倒，使小树长高，使栗树枯萎，使枯木茂盛。上主我原初必行。天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天主的庭院里。
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后书。弟兄们，虽然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还住在这身体内，就是远离主，我们仍然常保持信心，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凭信德活着，还看不清楚。是的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宁愿出离身体与主同在。因此，我们无论住在身体内或出离身体，常专心讨主的喜悦，因为我们众人都要出现在基督面前接受审判。每个人要按照本身在世上时所行的善或恶接受报应。天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，耶稣对群众说：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，他黑夜、白天，或睡或起，那种子发芽生长，至于怎样，他却不知道。土地自然生长果实，先发苗，后吐穗，最后穗又长满了麦粒。当果实成熟时，便用镰刀收割，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。耶稣又说：我用什么比喻天主的国呢？我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？它好像一粒芥菜籽，种到地里时比地上一切的种子都小，但下种子以后生长起来比一切的蔬菜都大，
并且长出大枝，以致天上的飞鸟也栖息在他的荫下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，按照他们所能听懂的给他们讲道，若不用比喻，他就不给他们讲什么，但私下却给他自己的门徒解释一切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啊，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今天啊，这个主日，我们听到了耶稣这个芥菜籽的比喻啊，讲到天国像什么啊？耶稣用这个芥菜籽来比喻啊，同时耶稣也用这个种子啊，来比喻这个天国。你看，耶稣借着这个比喻，这两个比喻，再告诉我们啊，告诉我们救恩是什么啊？救恩是什么？耶稣已经来了，已经把救恩给了我们，就像这个种子啊，已经撒在地里了，已经种下了，就像我们的救恩已经来了，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我们中间。可是这个救恩啊，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，我是否会结出果实呢？就像这个种子一样，我是否会结出种子呢？会结出果实呢？这要看我们的生活。就刚才我们说读的读经二，这个圣保禄哈，啊，我们不能只说我相信，啊，一个从心里面相信，从我们整个的人里面真的是相信去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这样的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必定会改变。啊，我们不能说我相信，而我的生活仍然还是旧的我，这个不叫新生命啊！以我同死，也必以我同生。所以你看，在这救恩，这个种子需要怎么样？这个种子需要死啊！它不可能一直保留着它自己这个种子，它需要死。种子需要死了以后怎么样？它就从里面就发芽，然后就成长。你看，发芽，然后成长，然后结出果实，这个过程象征什么？象征说我怎么样的去生活，我怎么样的去为耶稣做见证，我怎么样的让这个天主的话在我的生活中啊。你看刚才用了这个，耶稣又用了这个什么芥子哈，看似很小啊，芥菜籽是个很小的一个种子哈，很小很小，微不足道。但是耶稣说，这个芥菜籽等到它长大了以后啊，它虽然是很小，但它长大了却比所有的啊蔬菜都大，还会长出很大的枝叶啊。然后呢，飞鸟还可以在那个叶子那边啊那边休息。你看呢，虽然很小，但它长得很大，而且还有作用。鸟还可以飞来，在那边它的叶子上休息，象征说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啊，我们的信德。所以你看，信德是一点一点的，在我们不知不觉中，它在成长。就像刚才那撒种子的哈，那个农夫啊，种这个种子，他什么啊？他白天呢、啊，黑夜或起或睡，那个种子发芽生长。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这样子，一点一滴、一点点的在成长。啊，我们的生命借着天主的圣言啊，借着耶稣的圣体，我们在慢慢的、慢慢的成长，啊，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，第一，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德，这个信德就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去怎么样，去发芽，去成长。这就是说我们需要关心我们身边的人了。耶稣说爱天主爱人，所以一个真的是爱耶稣的人不可能不关心他身边的人啊。所以一个信仰也告诉我说什么？我要关心我身边的人啊，包括我们的这个社会，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啊，
甚至政治，我们都要去关心，就要去为这些参与这些国家的领袖为他们祈祷啊！我们不是要积极的去怎么样去抗议什么，不是这些哈、啊。我们需要的祈祷，求天主帮助他们能够一个正确的带领这个国家啊，正确的带领我们啊啊这个人民啊走向真善美圣啊。而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从我自己开始，我这里种子。我需要成长，所以种子我需要的怎么样，自己的在我的生活中信仰必定先从我自己开始啊，不是去要求别人，信仰永远是从自己开始，自己先悔改啊，要记得耶稣说的哈，不要看到你弟兄眼中的木屑怎么样，忘记了你自己眼中的大梁，就是说我们信仰需要不断的自我的悔改，我们悔改的越多，我们接近了耶稣啊，我们就更能够生活，更能够为耶稣的福音做见证，就更能够改变这个世界。阿们。信仰是从我们自己开始的哈，信仰从我们开始，我们才能够为这个世界做见证，进而啊影响这个世界，影响这个社会，影响我们的家庭。那我们就怀着一个信赖耶稣的心，来一起宣发我们所相信的吧。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我信父的唯一子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信他因圣神降孕，由童贞玛利亚诞生。我信他在比拉多之政时蒙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而安葬。我信他下降阴府，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。我信他升了天，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。我信他要从天降来审判生者死者。我信圣神。我信圣个公教会，诸圣的相通，我信罪过的赦免，我信肉身的复活，我信永恒的生命。阿们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基督派遣了使徒们去宣讲福音，并为人群服务，他现在需要更多的使徒从事同样的工作，以扩展他的教会。现在我们为整个教会虔诚的祈祷，并为我们的教会祈祷，求主派遣德学兼优的使徒，领导天主的子民在这混乱的时代能坚持信仰，并使所有信仰福音的基督徒合而为一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福听我们，并为我们的同胞祈祷，求主开启他们的心，使他们认识并加入他的教会，并使我们的固有道德经过恩宠的圣化达到更完美的境界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福听我们，请为所有的教友祈祷，求主使他们明了每位教友都负有做使徒的职责，应该以言以行宣讲福音，为大众服务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福听我们，并为本堂区的青年和学生祈祷，求主赏赐他们慷慨的精神，追随基督的召唤，从事服务人群、造福社会的工作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福听我们，请为终结新冠肺炎疫情祈祷，求主使每一个人都能团结一致，接受疫苗接种，并使疫苗接种成功，好让我们都能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福听我们，请求圣罗舍为我们的建堂计划代祷。大圣罗舍，你遵从天使的传报，娶玛利亚为妻，
你堪当为纳匝的圣家之主，全心看顾圣家生活的一切所需。我们将 Wisma St. Joseph 的计划呈现给你，在扶船和打造上主一个家这个使命上，请为我们祈祷，使我们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并予以完成，好让你圣子耶稣基督的完全领于整个美里教区的信友团体，在为上主打造一个家时，请帮助我们不要忘记天主协同那些怀着谦卑和智者之心的人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给你的教会派遣更多的工作人员，将你的福音带给普世万民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阿们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请大家祈祷，望全能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万善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天主，你创造了饼酒以维持人类的生命，又使得饼酒成为一个圣事，养育我们的灵魂。求你广施恩宠，使我们身心健康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群聚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，圣父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始终说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必能使人得救。你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安排了依次变化的季节，你特别按照你的肖像造了人，并使万物隶属在人的权下，使人代管你所创造的一切，并为了你的美妙化工，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永远赞颂你。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同声颂扬你的光荣，不停地欢呼。声声声声主，我有的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我不自身下至云霄，奉主名的来临，大受赞美，我自身下
望主，你是才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。因此我们来到你的台前，普世教会共同记住本周的第一天，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。你高举他，是他坐在你右边，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刚才舍身受难的时候，拿起面饼感谢了，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的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，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信德的奥基，基督，我们传达你的圣事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旨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。感谢您，使我们在你的台前侍奉你，我们恳求你，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您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、方济、我们的五主教、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子人员，都在爱中日趋完善。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们，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贞荣父玛利亚、圣母敬佩圣若瑟、诸圣中徒以及你所喜爱历代的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真正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忠心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深深的归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就遵从罪责信誓，又扯着他的教导才敢说，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求我们免于羞辱。上主，请你从一切的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死者得到平安，请你大发慈悲保护我们脱免罪恶，更加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全能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不是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却对众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平安赏给你们。
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灵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替大家呼祝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他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担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叫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我们所统领的圣体圣事，象征信众在你内合而为一，求你求使你的教会的合一团结尽早实现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圣坛通告：一、线上追思已亡弥撒，日期6月25日星期五，时间早上7:00，
教友可以到堂区办公室或传简讯登记，截止日期为本月22日。二，为已故汶莱 Cornelius 沈书基举行线上追思弥撒，梅里圣罗瑟主教座堂为已故汶莱 Cornelius 沈书基举行线上追思弥撒，日期时间为6月14日早上7时，欢迎教友参加，一起为沈书基的灵魂祈祷，谢谢。今年2021年是圣罗瑟被奉为普世教会主保150周年纪念，我们一起向圣罗瑟祈求恩宠中之恩宠，就是我们的皈依。我们以此祷文一起向他呼求。万福属世的守护者，童真圣母玛利亚的敬佩，天主把他的独生子托付于你，你的敬佩玛利亚信赖你，因你的合作，基督降生成人，大圣若瑟，请向我们显示你也是我们的父亲，并在人生的旅途上引领我们，请为我们祈求恩宠、慈悲和勇气，并保护我们免于一切的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弥撒礼成，感谢天主。天主召唤我们成为撒种者，尤其在这疫情期间，不仅活出天国子民的生活，也继续散播福音种子，见证天国的喜讯，好使更多的人接受救恩。请看圣歌360首，传报福音。我只过